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是美聯物業將軍澳帝景灣分行 Dennis Law 丹尼斯，今天會帶大家看一看蔚藍灣股，位於將軍澳坑口站一個鐵路上蓋的私人物業，2005年入伙，發展商就是信和、嘉里和地鐵，基座會是一個商場，它每一户都設有這個露台，屋苑 total 有6座，以 L 型排列啦，提供2130個單位，咁佢會所都非常之齊全，有室內泳池、運動場啦、保齡球場啦、桌球室、健身室，亦都有提供宴會廳啦。户外嘅設施仲有條緩跑徑、室外泳池同埋 BBQ 場。咁即刻去睇下有咩單位介紹俾你。我哋可以入嚟參觀一下啦。一開門見到一個長廳。咁我哋同大家介绍下厨房先，而呢个厨房咧重新装修过，厨柜全部都更换过，望落去好干净舒服，煮饭都醒神过人噶。跟住我哋睇一睇个客厅，都比较阔落，露台景观都开扬，望到东南双海景，只有6座同7座先有噶。加運動場景，對面就是海月豪魚雙海景。我們再入一個客廳，業主都很花心思設計了燈槽和射燈。我們看看間細房，細房都好市正嘅，設有呢個窗台，增加呢個空間感。另外，我哋睇下洗手間，業主都係重新裝修過，用咗呢個灰白色設計，感覺柔和，並將浴缸轉作為企缸，而且仲有窗噶。最後就係主人房啦。可以放張5尺床，加一個大衣櫃，都綽綽有餘啊！呢個單位咁筍，仲唔快啲查詢？如果想了解更多將軍澳嘅物業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啦。我係將軍澳帝景灣分行 Dennis Law。